哎，老弟，你看这地方细皮嫩肉的，肉肯定不错呀。哎，别玩了，赶紧倒起来。哎，干什么玩意儿？你拽我干什么呀？我现在咋了，玩意儿？哎，弄出来了吗？都在这儿了，那锤子细度掉了扯呀，扯断了容易感染伤口呀。给你玩，撒点盐就很快就下来了。